我最喜欢剪纸啦！我也玩剪纸。先做个简单的剪纸。复杂的俺不会，简单点的吧。圆形套方形的这个我会。怎么样？哈哈，我剪的还不错吧？哈哈，看我的作品！阿帅，弄这些不吉利的东西，找打！小帅，你总搞这些不吉利的东西，大家的运气都被你带坏了。好吧，都说我不爱吉利，今天我就写一个福字，贴教室门口吉利吉利给你们看。福字咋写来着？左边一个，哎，想起来了，请看。我折好了，千纸鹤。哎，你折了什么？看我的折叠。我折的是千纸鹤下的蛋。好的，我来宣布今天折纸课的第一名是。你折的纸鹤这么棒，第一名非我莫属。阿帅！呀，怎么是阿帅？他做什么作品啦？嘿嘿嘿，恐龙蛋。揉个大纸团就得第一名，太扯了吧，老师！别急，你等我打开这个蛋。这。你什么时候折的？哼，这节是彩泥课，彩泥老娘强项，士多手工第一名。买不起那么高级的彩泥，只能用面粉代替了。做个什么呢？我完成啦！阿帅，让我看看你的作品，肯定比我的更好吧？哇，城堡真不错呀！我做了点馒头花卷什么的。竟然在争，老师，你看我作品，是不是第一名啊？馒头蒸好了，给我来一个。哎、小帅手艺真不错，还有花卷呀。还有还有，别急别急。喂，你们干什么呀？没人看一下我的作品吗？这是手工课，不是蒸馒头课。我在跟你们讲话，都给我把头转过来。气死我了。馒头花卷什么的还有吗？哦，早说啊，整个的没了。这还有一口，你不嫌弃的话。我大脸妹，著名好学生，居然落魄到这种地